远处有座山，山里有个人，整天念着修真，要做人上人，仙从来没出现，也没有人指点，照葫芦下笔画，以为能上天。仙级的山人在高谈阔论，想一得道高僧，连连舍三寸。书中的仙人只能卖三文，盗版的招式成捆，哪个是标准？我是个山人，想做个仙人，就像树命升天庭。